为什么七月十二点以后不能去理头发呢？因为理发店都没有开。Thank you.
表演，我整个人毛细孔都张开了。啊，我感觉心中的小宇宙沸腾了起来，就好像置身于热血漫画中的热血高中里头的热血教师那份热血的心。请各位将这份热血传承下去，一起来欣赏漫颜社的热血表演。喂喂喂
天这么热情的表演，我想请大家闭上眼睛，想象自己在宁静的夏夜，坐在软绵的草地上，微风徐徐地吹来，耳边传来清脆的吉他声。看表演，用迷雾吉他带来的香烟，期待教官就在一旁边，在几楼掌声欢迎木吉他声。Sky, but nothing left like a one night.
丢掉背包，丢唠叨，丢掉电视，丢电脑。Yeah.
姐姐非常的冷静，把它看完一个多小时，大家都坐在那边，哎、欸，学长姐冲下，啼笑笑，哎、欸，好恐怖哦，中坜高中是疯人院哦，不是哦，然后，哇，我跟你拍胸脯保证，一年后你们就变跟他们一样了。一点都不夸张，中坜高中就是这样子哦。早上主教也讲了，你们越自律就越自由，你们越自律的话，其实我就越快乐。
其实这个学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，所以哦，大家都很踊跃的选择中明高中来念书。但既来之则安之啊，这些学长姐。